事就轻轻唱了起来。所以你我从此悲哀紧紧锁起来，就要不能一生相守，这到底是谁在安排？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，依然有爱情在游荡。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，是年少无知的感伤。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，依然有爱情在游荡。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，依然还是很多年以后，还能回忆起的那个早晨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早晨，和我十九年生活中的每个早晨都没有什么两样。在铃声响起的那一时刻，谁都不会想到我们会相遇。去晚了，第一节有课，来不及了。要不要开我车去啊？不用，我还是跑着去吧。车修好了，我先走这个是你的吗？湿了，晾晾干吧。
要帮忙吗？挺累的，还是我来吧。你是纪晓晴的？嗯。那这上边有你名字吗？不敢说。有啊。哪一个？文慧啊。差不多干了。这届高校学生干部运动会，郭彤，你负责接力项目吧？人早就散了，大家不干了。再组织起来嘛，也算是一个学校参赛项目嘛。哎呀，上一届输得太惨，大家都伤了心了，哪还聚得起来呀？他们都你哥们儿，你有办法。到底说话呀，你是去还是不去？没时间。你不去不行啦，你没去谁跑第一吧？跑也白跑，你没看我正忙着毕业设计。哎，干嘛？去不去？这都快毕业了，你又弄这么一出。杨征去我就去。哼，爱去不去。去啊，我当然没问题。太好了，大家又可以在一块跑了。就你最爽快。哎，都快毕业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，能凑到一块还真挺不容易的呢。就是啊，咱们那会儿玩得多开心啊。是啊，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凑得起呢。干嘛？四乘一百啊！又要跑接力跑了？怎么，你不去啊？嗯，还要我吧？哎，没你谁跑第二棒啊？哎，额头，嗯，杨征他去吗？啊？嗯，太棒了，那肯定没问题。嘿。李三，嗯，怎么样？有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啊？那你干嘛脸红啊？哪个系的呀？我们系的。我就知道外语系的女孩好看。你跟她没有？那你还不介绍给我？是，介绍给我也行啊。娟子，这么浪漫。那你们将来要是成了的话，这故事都能写到书里去。他是干什么的？我还没问他呢。那你看他像干什么的？大学生，小白领，运动员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好像你这不是瞎耽误事儿吗？别想他了，就让他像股烟废了。你呀、啊，还是要抓住眼前的。什么眼前眼后的？我走了，再陪我一会儿啊。你的眼前都来了，我才不当电灯泡。那我不管你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君子亲友。
哎呀，那次是意外嘛。眼看倒是第一名了，最后拿一老莫。那个是家委衰老，要不然我们还是挺有实力的。这是比赛，能跟裁判你解释吗？我就是不能容忍失败。这次就是机会，我们要证明给他们看啊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爱看球赛 ，NBA、甲 A、世界杯。谁还爱看几个傻小子拿根棒跑来跑去的？杨俊，你不是喜欢跑吗？自己喜欢的运动，我可以自己跑，我又没必要跟他们几个一起丢人现眼。哎，他们都是你的哥们、好朋友、好同学耶。瞧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是怎么揽上这差事的？是不是那老奸巨猾的学生会头头拿你充数呢吧？嗯，你爱怎么想我不管，我只是想几个同学又能聚在一起。都快毕业，没什么时间了。太在意了，干嘛？看我干嘛？篮球啦啦队多酷啊！看过 NBA 吗？不行，穿着短裙子拿着花扭来扭去的，不太适合像我这种看起来比较文静的女孩。你这样看起来还文静呢。其实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就当是出去玩一玩，也许碰上个英俊的男生，那也说不定啊。好啊，你陈小敏儿，有了小伟你还怎么花心啊？我是为你着想啊，你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多可怜啊。哼，我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还真的指望奇迹出现啊？没看到红灯吗？嘿，现在速度怎么样？这两天怎么没见你啊？找我干嘛？不就失败了一次吗？你又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。再说咱们是哥们儿，四年的同学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就是要参加。我可不愿咱们四乘一百小组以失败而告终。来，再一次。我跑不过你。来不来？咱们可不能赌什么条件啊。走。我跟你说，行了行了，别再跟我提四乘一百的事儿啊！看好了，不是，我是说有个女孩就在我们教室对面，那年级的，我常看见。喜欢别人了？大概是吧。我有一个。真的？嗯。多久了？哎呦，就见过一次，在大街上。嗨，我都快一年了。真的？嗯。哎，谁呀？哎，让我见见啊。行啊。每次来我都趴这儿。最佳试点，功夫很深啊！你现在，啊，笑傻笑，这种事儿认准了就往上上。啊，心动不如行动。那总不能穷凶极恶吧？未尝不可吧？你不是也没行动吗？我，我是没机会。等下次我再碰见那女孩，我一定紧抓不舍。那要是人家有男朋友怎么办？抢啊！哎，来了来了，哪个？就那个穿粉红衣服的那个，看见了吧？今天色其实一点都不难，就是老师真逗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
嗨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我怎么不认识他呢？哎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没事，我们正闲聊呢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杨征，中文系的。哎，这是我们系的。不用介绍了。啊，我认识他。没想到你也在这个学校读书啊。是啊。你还记得吗？那天在车站。啊，对不起，你大概认错人了吧？肯定什么人跟我长得特别像。对，你肯定没见过他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这地方真不错。好长时间没来这儿了。以前我们自成一百小组，总是待在这儿。那个杨征也是你们一个组的？对，他跑第四榜，我跑第三榜，我们以前总得第一名呢。为什么不比了？上次各大院校联赛的时候，嘉伟和乐言交棒出了点问题。后来呢？后来杨征就弃权了。弃权了？对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他这人就这样，不爱接受失败。杨征他也会再参加吗？我想他会。我们几个人从一年级开始的时候就在这训练，现在比以前好多了，条件。你是不是听烦了？没有啊，我在听着呢。怎么样？跟我们一块玩吧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可是我也不会跑步啊。没事儿，只要你来，大家都会很高兴的，尤其是我。你随便吧，我只是发出邀请。真的怎么痴情啊？哎，这儿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嗨，嗨，我看见你们海报了。什么海报？姚征拉拉队呀。还没人报名呢。我参加。就你一个人报名，拉什么拉呀？为什么呀？这年头球类世界，谁喜欢几个傻小子没完没了的跑来跑去？我喜欢。耶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参加了。去神秘树吧，庆祝咱们四乘一百重新组建。等你啊，不许不来。知道了。
骆驼，瘦的头，大大咧咧的，跟男人一样。这个叫乐言。你好，其实应该念音乐的乐，他们都念错了，我也没辙。他们都搞错了。我叫嘉伟，经济系大四的。早知道就该考外语系了。别靠词了。啊，我们还有一个人叫杨。那个文慧已经见过杨生了。来来来，大家干杯！没有他，咱们一样玩的开心。对对对对，来来，抓你，我把他抓回来。哎，喂，哎，你，欢迎你，真希望你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。来，欢迎你，欢迎你是我们的一员。哎，干嘛？你到底干不干？什么呀？四乘一百。你们自己玩吧。真的，我忙着。你没出息，你小地方来的让人看不起。必须去，明天一大早上取车嘛。你，放开！他们俩是从同一个地方考上来的，那里很穷也很小，就他们俩考上我们学校，是全城的光荣。我听说啊，动车的那天，全城的人还敲锣打鼓的送呢。他呢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如果会输啊，他宁可放弃。你就算不去，也应该到神秘处跟大家说一声，有必要吗？你敢吗？去就去，什么不敢的？哎，等你半天了都，来坐这儿，快坐下啊！喝点什么？我今天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，四乘一百比赛我真的不参加了。你不是答应我要参加的吗？对呀，能跟大家说说什么理由吗？我们不都是冲着你才来的吗？我们是输过，可是我们也赢过呀，要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哎，你太不负责任了，你怎么学成这样子啊？出尔反尔。别把比赛当回事儿，就当大家搞一个活动一块儿参加嘛。算了算了，什么也别跟他说了，他什么也听不进去，他有病。既然大家都这么劝你，我看你还是参加吧。你问什么？我们大家在一起跑步的时候还没你。杨真怎么没来？走吧。坐前面嘛，去，谢谢，我可以自己走。杨真，你车大，你带文慧吧。哎，雨森，哎，你带我吧。好呀，走，走了。
是他们的事，卓远见已经该毕业了，心里还有点害怕了。怎么了？我跟平常不一样啊。嗯，热彤，你也会害怕吗？那当然了，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，我都觉得我自己像个男生了。哎，你跟他们在一起，我很长时间了吗？嗯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只是觉得好玩，每天呢，大家玩玩在一起，没想到居然变成好朋友了，五个人。其实他每个人都不错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既然喜欢你哦，是吗？嗯，加油！ 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？我啊，现在没有，以前有交过一个，分手了。你呢？我呀，我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呢。真的啊？嗯。想不想试一下？ 你看上他们哪一个？告诉我呀。好啊，你又同学，别讨厌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雨森挺不错的，他好像蛮喜欢你的哦。他是高材生，还准备留校当老师呢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 哎，是你先跟我冲的，你还不理我，你不一直在生我气吗？那你就更应该哄着我了，怎么那么没风度啊？你是不是讨厌我呀？那你是不是也讨厌我呀？啊？那为什么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老是不理我呀？没有啊，其实我。 你什么？我，那，你还老不理我呢。其实你笑的时候挺可爱的。真的啊？雨森这么说的。他还说你生气的时候也很可爱，什么时候都很可爱。那你呢？我，还行吧。 雨森是我哥们儿，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他觉得行就行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感冒了？没有，没事。打扮这么漂亮，有约会啊？我们今天晚上要去看电影，跟谁啊？ 那你就别管了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，傻瓜，真事儿似的，不就几个跑步的小子吗？快找，快找，别。
睡着了，还打呼呢。哎，咱们快点啊，要关校门了。哎，谁在文慧啊？雨森，我坐你车吧。喂，等等，快点，行啊，怎么了？可能车胎被扎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要不你们先回学校吧，大门快关了啊。这样子啊，那雨森你带文慧吧。没问题，上来吧。不，我还是留下来吧。嗯，要不是我有责任。嗯，那也好，我们先走了啊，你们自己小心点。嗯，行，你们快点啊。我们先闪了，走吧。怎么办呢？要不要找地方修一下？这么忙去哪儿修车啊？走回去吧，行吗？嗯嗯。冷吗？夜晚的空气起来挺舒服的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是第一次这么晚了还和一个男生走在路上。真的？嗯，感觉上还真是不太一样。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嗯，我也说不上来。不过你是不是经常和女生这样走夜路啊？这就是他们跟你说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这么感觉的。我觉得你一定是那种非常受女生欢迎的人，对吗？这么夸张？什么？感冒药，给你的。谢。还记得这儿吗？啊。还记得呀，走啊。哎，哟，大门关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看来只能翻过去了。怎么样，翻过吗？嗯，想想试试。啊，来吧。好，抓住了，上。再踩这儿，高点儿，这个脚往上，小心。哎，好嘞，抓住了啊。哎，你先在这儿，我先来。啊。让点儿，转过身来，小心裙子啊。小心，好，哎、好嘞，哎，你先站在这儿别动。嗯，我先来。哎，哎，我来吧，没事，下来吧，放心吧，相信我，把手给我，哎，没事了吧？哎，哎，勾着头发了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等会儿。快跑！
刚回来。啊，吵醒你了。哎，冯慧呢？我们早回来了。刚去锻炼了。累不累？还行吧。说我话吧。睡不着？都快三点了。没事儿，反正阿振也不在。哎，你说文慧，她刚才为什么不坐我的车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是说我？嗨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咱不是哥们儿吗？我刚才都不知道怎么把车给骑回来了。哎，要是你现在喜欢他，你怎么办？嗨，直接扑啊！大概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就说喜欢他，还能说什么呀？那他会不会生气呢？不会吧，有人喜欢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也是。会接吻吗？嗯。接吻？说呀，别假装不好意思。大约会吧。早，你是干什么呀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起得够早的，嗯嗯，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，就是随便训练。要不你不用来那么早，回家睡觉不行吗？嗨，就你们几个？对啊，就我们几个。啊，那个杨征昨天回来晚了，所以多睡一会儿。他不来了。啊，那怎么行呢？没事儿。按他平时的水平，累不累都无所谓，就让他多睡会儿吧。你待着。哎，算了，要么你先回家睡觉吧，正好可以睡个回笼觉呢。孙，来吧，来了。我先走了。嗯。快回去吧。好。快点。哎，他怎么来这么早？是不是来找你的，雨森？不会吧，够有本事的，悄无声息的。别瞎说，来，跑吧。雨飞，哎，过来给我们发令吧。行，快点，来吧。求求各位。预备，跑！加油！二十。
今天那女孩来找你了。那个，别装傻。哦，她是来找雨森的，不是找我的。可是没看见你，她显得很失落。你有病啊！我五岁就认识你了。我五岁也认识你了，怎么了？都快20年了。哎呀，快说说说，想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脑子肯定是进水了。那女孩是雨森带来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知道不可能就别招人家，懒得理你。那天一结束，我一回家，脱衣服掉了一地的眼睛，上边眼睫毛女孩特长，除了睫毛膏。你是这么受欢迎啊？当然，什么叫魅力？我们怎么都没发现啊？啊？没发现啊？什么？什么？睡着了。哎，杨正来了。哎，雨姐来了啊。哎，你晚上还上班啊？啊，今天有个急活，我坐会儿就先走了。哎，最没劲，每次坐一会儿就走，喝热了。啤酒。别。来一杯啤